今天当直播进入第四天，队员们将要碰到第一个难点，从6600米到7000米之间的漫长的冰壁，这里的平均坡度都在60度，个别地方达到90度，数量众多的冰裂缝和极易发生雪崩，使这一段成为登山者的陷阱。今天直播的悬念将在队员们经过6800米冰壁时揭开。江万红带领的一支摄影组将第一次通过移动微波，把队员们攀登珠峰三大难点之一的画面以直播的方式传递出去。因为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都是在纸上谈兵，就这套系统搭建起来了以后，就它究竟能在节目上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们能够使用它到什么程度，心里头是没有多少底。今天将是检验这一切的开始。当时听到那转播开始了，一下兴奋，很快就上去，马上把设备调整好，就等那些人。这时候我已经看到队员远远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往我这边来了。好，那个7078，信号过来了。好，是。好，六七八的，上来。好，好。一个是大流吧，你看可以看得出又是一阵挺大的风刮过来了，吹起来的浮雪，这不是降雪，是吹起来的浮雪，吹起来的雪。现在风非常大，吹得太，我几乎要迈十几步要掉。跟那船很长，我们当初处的一个位置是在一个冰壁的下面，有一个大概有个10米左右的一个缓坡，就那段最缓。景阳当时做微波，还有一个阿旺做我的那个保护，后边那个阿旺蹬着我这个保护绳，我就挂着，几乎挂在悬挂那个冰壁上，我就半跪的那状态吧，半跪半卧那种状态，因为保持那稳定性，风又很大。现在要起风了，他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安全。哇，那一把那眼镜上全是雪，我就赶紧去摘掉，就这一摘可能就坏了。我摘的可能时间长太长了，就一直在看，盯了一会儿再看巡洋机，什么也看不清楚，就模模糊糊就看，然后大概是一个人影。就是。坐下来吧。那我该起。大刘，坐着。可以采访了。大伙儿完全凭一种感觉去拍那种，大概知道人那个方位。导播调就告诉我往上推一点，我就知道往上推一点。就看已经看不见了，一直在流泪吧，哇，刺得我眼睛是一直在流泪。那个中阿马峰的三大难点之一，所以走起来要比从大本营到6500。要吃力一些。那种音效就是声音出现和画面，我觉得是特别强烈的刺激。我觉得这是好像正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珠穆朗玛，就是这种攀登就是这样。所以今天那个江万红的那个镜头，就是6800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尤其是说我们的摄像是挂在那个绳子上做保护，在那样特别难，就是有70度的那个坡度那么大的这个地方哈，我们要拍摄这个时候，就第一个镜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这是盼望了很长时间的一幅场景，一幅画面。等他们上完那冰壁爬上以后，哎呦，我那觉得那个导播说，对，今天你的任务完成了。哇，机长立上先躺在雪地上待了足足缓了5分钟才起来，也是激动也不是什么，但一直在流着泪。
从日喀则往定日县虽然只有238公里，但因为路况不好，全是沙石路面，我们走了将近7个小时。这里也是以后两个月里最后有宾馆住的地方了。是吧？给我拍一张，啊，等他下完了，我已经把我的大山，我们来了。我们看到一团黄乎的，我的。巨石。好。有了吗？有。加吧，加一。八十。90。石头看着。100。7.4。昨天调试了要往6500米营地运输的 DSNG 设备，可能是累了。今天觉得胸闷，头也疼得厉害，觉得人挺孤单的。从一到这儿到现在都很想家，想回北京。这里有邮局，给女朋友写了封信，好点了。这主要我看还是三点吧，一个就是感冒的比较多嘛，还有就是那个咽炎也比较多，所以一般还有就是拉肚子，主要是三点的就是三种病。6500米营地早已是大家在地图上无数次研究过，在心里无数次想象过的一个地方。这套将要安装在6500米营地的 DSNG 系统，在北京，在大本营已经被技术人员们安装了很多次，唯恐会在任何小的细节上出现问题。明天将是一个令他们兴奋又紧张的日子，他们将要面临这次工作最大的挑战，去6500米营地架设地面卫星站。技术实现，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首先是海拔高，这个很多有电容器件的设备恐怕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人员的问题。人员就是电视台的工程技术人员能不能上到这个高度，或者说在这个高度上能不能坚持工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数。从昨天到今天呢，确实这个情况变化的非常快，那么以至于你可能每睡一个小时，或者说每一个小时不关注这件事情，都会有变化。5月12日。队员们刚刚到达6500米营地，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许多队，包括我们队设定的冲顶日17、18号，天气不是十分理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对这个要是变计划的话，就我们这个队伍要涉及到一系列的，包括我们涉及到后勤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转播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面临的困难就非常大，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非常难改。那么就是说，第一组的计划呢是推迟一天，我们18号登顶。我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呢，能尽量在好天气周期的时候叫我们试一下。大刘的这句话点燃了本来就隐藏在直播组人员心头的不安，来自网上的反应更加重了这种感觉。媒体是在干涉登山吗？直播会让队员丧失登顶的机会吗？今天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电视能否是做到一种很客观的来报道，而不是对这个登山队的这种日程有一种压迫感。17、18号可能到来的坏天气让所有的外国队推迟了登顶日期，他们纷纷撤回大本营，等待更好的周期。不理想的天气，再加上担心外国队不愿意像当初商量好的共同承担高海拔基础建设工作，人员分组的安排有了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先来看看从大本营出发时的分组安排。
但到13日上午时 ，A 组队员只保留了陈俊植和大刘。因为我们这个按照原定计划，这18号、17号如果是好天气呢，我们第一组的这个力量呢，就是配合比较均衡。那么如果说天气稍微差一点呢，我们就整个的力量呢，大部分力量我们要加强第一组的跟攻顶力量和第一组的安全保障。这样的决定令 A、B 两组都不满意。这个第一组的队员呢，他的担心呢，他是说怕这个赶不上好天气呢，失去了这个登顶的机会。那么第二组的队员的担心呢，是怕第一组的队员成功以后呢，这个就会不会要第二组了。那么我们也令赵书静和魏斌的内心很不安。原则上同意他们什么情况？不是每个人来的人，每个人都有机会或者都有可能登顶。如果要是因为电视台的干预，没有，让人家就是在特别恶劣的天气来充当这种角色，而失去了22号以后登顶的机会，反正我内心是不安的。嗯，我作为一个人，内心是不安的。行。但到了13日下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A 组队员的名单里增加了梁群的名字，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指挥部如此频繁地改变决定？我记得昨天下午是5:06，尼玛校长说：“队长，咱先下去跟瑞士队联络联络感情，因为会是6:00开始嘛。”我们去了卡瑞的那个帐篷里呢，卡瑞正在接受天气预报。然后卡瑞接受完天气预报呢，就跟尼玛和我说呢，说可能对你们中国队很有利。卡瑞的天气预报带来的是好消息，17、18号可能又会有短暂的好天，而答案的另一半就是昨天晚上在6500米营地召开的国际协调会。今天下午，我的心就像珠峰的天气一样变得沉重起来。明天就是汪维平他们去6500米的日子，但我们却在今天发现疏忽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个选卫星上行，一个方位要有一个方位角，要躲开山，躲开什么的，这个是实在没办法的事。你方位角，现在我就问了，你卫星方位角是偏南偏南？132度，就是从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指的是珠峰的点，130度，稍微偏东一点，136度吧，东南136度，135正好是正东南，正好他妈对着他妈的东山顶，东北山顶。但是有一个是它的仰角很高，仰角49度，仰角高也够呛的。哟，您说的这个问题有点严重。行，谢谢的，我打好的照顾，你再给你换。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看你偏东南吧，你正东吧，落在这位置上，正东在这儿。对对，你看正好是什么的东山脊。珠峰北边凸起的东北山脊，如果成为阻挡卫星地面站与卫星连通的屏障，那就意味着6500米营地或许并不适合建立 DSNG 系统。如此一来，整个直播方案都需要重新考虑。要在这个位置正东3公里、5公里，2公分、1公里。撑死2公分，因为不能画到岩石，是在底下，也在这位置，对，也就到山脚下是2公分，也就是两公分，撑死2公分。那实际上应该更冷吧？于老板量的是到山根底下是1公里，对，足以够了，出去了。因为咱们角度已经超过45度了嘛，45度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正好是一个。假如咱们这营地到这山根上是1公里的话，那就够了。那它这个山根从这儿拔起来1公里，正好是45度，咱们49度。哎，你再板板的，板板啥事没有这个。
那袋里边有个剪刀似的，行。以前的那个包装箱比这个要大，比这个要重。然后，如果是用那个包装箱的话，恐怕，牦牛更没法背。所以这次等于是从特制的，让人家就是做的，挺薄了，效果看样子感觉还是不错。Hello， 王仔。王仔，王老师，您这次是第一次。哦，沧海一声笑。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去往6500米这个高度，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情况依然比我想象的要严峻得多。这是一段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路程。在5月13日晚上召开的国际协调会上，尼玛和王永峰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他们多年一起登山的老朋友，一方面他们有对于老朋友的信任和期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登山时所面对的严酷环境让这些领队不得不考虑自己队伍的利益。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王永峰知道那都在情理之中。 Greg, you found someone who bring rope up to a tree. We've got two guys that are we've got 600 meters of rope taken care of up to A3 between two Sherpas so far. Mambardur and Emba. I will responsible to take the Sherpa from this four expedition to fix from A3 to second step. Okay. Yeah. So rest group, if any small expedition, if you can put some small money to make a fund who help for the people who fix rope. The CCTV group, even we put a fixed rope or manpower, but we still like to put some money for helping, you know, to make some bonus for those people. If a rest group,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it will be very good, because this is for all the expedition, not only for the Russell, Curry, and the Craig. For us, it's for all expedition. Yeah. Nima, what is the suggestion? Ask now, maybe who will give some money now? Yeah. Maybe better now. Spend some money. I spent two Sherpa. Jimmy, I spent $200. Who spent more? $200 for Sherpa who will fix the rope above A3. 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把绳子修在第二台阶以上的这种事情，就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因为以前力量太薄弱了。那么很多人搁在一起呢，就是组成一个新的这么一种体呢，就是一个很强壮的体了。所以呢，这种合作、沟通、协调是现在在这个商业这种运作登山中，这已经是一个发展趋势。因为这种东西是大家是就是一个多赢，就是每个人付出很小，每个人得到的回报都很大。And from Korea Expedition $100. O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一切似乎都在往有利于中国队的方向发展，但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像珠峰的天气一样不可预测。其他队把绳子从7000米用到8300，就是在第二序号二北京放小片前几天的综述，这个有人在编吗？当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山峰珠穆朗玛，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安排和设计，突发事件和人与环境的冲突是随时随地始料不及的。对，这还是要编一下简单的，好吧？各位观众，再见！我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主持人王永峰队长，再见，拜拜。行了。
哎呀，我一当你的这个主持就不行。OK， 话筒拿下一点。别人人家就说一遍，你怎么老说？拿下一点就行。好，上一点，上一点。OK， 再上一点。好，开始说。这个现在这个看到的，除了前线总指挥，王永峰还是直播节目的客串主持人，这两项工作他都一样认真对待，只是他那具有浓重内蒙口音的普通话，遇到电视台的人不是没完没了的纠正，就是被好事者模仿。现在你看全部是装水，装水呢，这样的话把水打满不就那个可以用了吗？用很多水。王队长呢，他这个人特别好，容忍性特别强，他这个包容性吧，什么你就给我发火这些都没事，经常有些时候比较苛刻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就给你来个幽默的东西给你转过去了，然后可以给你化解成一个很软的一个东西，嗯，这样子以后就可以解决得掉。嗯，五月十四日下午，就在王永峰送走了 A 组队员，正在6500米营地快乐地担当主持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下午到达7028米营地的尼玛会给他出一个十分大的难题。那个，我知道了你的想法，知道了你的意见，因为现在呢，我是现在是没主意了，现在所以召集这个A、B、C 的所有的人员呢，在讨论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变故对我来讲，就是说，超出我的想象，所以我还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考虑，容我考虑。你马校长 ，Howard。对对对。我只希望我爸妈知道我现在特健康。现在我怀疑我爸妈都不看。4月17号，在5500。啊，我头好痒啊！第一次去6500的时候，是我们一共用了3天。第一天从大本营走到这个5500的营地，实际上5500对于登山的来说，在这个前进的路上，这儿没有营地，是专门为我们这个电视人员，就是非专业的登山人员。而设这么一个营地，就是说能保证体力，也不要让大家体力透支。我们到了珠峰之后，做了一些适应性的训练，其中也到过这个5500这个营地，所以无论是从体力上和是从心理上，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负担。第二天用了一天的时间，我们走到6000。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这条路是让人挺恐惧的一条路。它这条路，它假如往山上，如果一条直线往山上走，你会觉得你效率很高。而这条路恰恰不是这样，它是，比方说，上一个将近10个台阶那么一小块，又让你下将近7-8个，然后再让你上10几个，实际上你就来回这样去折腾。当时有同志在那说，就这路让人走得快崩溃了。听着脚步在岩石上发出的声音，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渺小，一种强烈的绝望感笼罩着我，真的快要崩溃了。第二天的感觉是太深刻了，走到那个5800实在是不想走了，就太累了。平时呢，你要是说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可是那个地方是累的，就真走不动了，只能坐下来喘气。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了，最后都是逼着自己往上走，因为你不可能下来，下来就当了逃兵了。哇，他们扭走坐路了哎！与汪维平他们同行的还有10几个牦牛工和30几头牦牛，牦牛驮着6500米营地需要的直播设备。
在这次活动中，牦牛承担了大量繁重的运输任务，每头牛一天的费用是30元，从大本营到前进营地来回一趟一般是5天，一次一头牦牛能赚150元，这是当地人一项重要的收入。今年中国队大量的运输任务给了村民们更多的机会。对对，跟他们横着过去，对了，好了，哎，我们去了吧？我在干嘛？对，他下来了，哎，对，好了，哎，直接下来是对的，对的。据统计，在这次活动中，从大本营到6500米营地的物资和直播设备的运输，共使用牦牛450头次。许多牦牛都是几次往返大本营与6500米营地之间。人们称牦牛是高原之舟，但与牦牛队同行了3天之后，汪维平他们知道，高海拔的考验对牦牛来说也一样存在。在6000露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出了帐篷一看，一头给我们运设备的牦牛死了。其实当时看完了以后，心里感觉是非常好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人跟牦牛可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生命。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牦牛都能，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心理上有一种震慑也好，还有一种什么。对直播组的人来说，这是让他们铭心刻骨的3天。他们在这3天里经历了从身体到心灵巨大的冲击，精神几近崩溃。这段不要出镜，是吧？留作内部资料，咱内部。别敲死。汪哥，我他妈快死了！我操！别的，别买那些不，突破了人生极限。对，这后面不要吃药，没有事。我叫孙铁剑。在这次活动中呢，主要负责制片工作，就是做一些这个后勤保障啊、医疗保障啊和运输方面的工作啊。我叫李瑞华，我来自中国登山协会。我叫泽嘎，我是西藏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护士。我叫宋强华，来自西藏军区总医院。我叫李志才，来自四川赛龙，在这里是为了给大家做中餐。我叫何新明，来自四川的安阳。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